放我出去吧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没罪，我没罪！我是冤枉的呀！我要出去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放我出去！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求求你们了！救救我呀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我有罪！放过我！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冷静了吗？我是来救你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你的每一个问题，你必须如实回答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我觉得你还是好好锻炼身体吧。嗯？嗯。好歹能扛住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哎，大人您先冷静。冷静冷静，我冷静得了吗？我名牌丢失非同小可，若是被心怀不轨的人拿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可到底什么样的贼，胆大包天，敢跑到县衙来偷东西？县衙守备森严，寻常小贼也进不来啊。这个疯丫头，行事越来越放肆了。大人，您先消消气。或许令牌并非是莹莹拿走的。哼，晚饭时分，他就借口有事出府去了，令牌也随即不见。不是他，还能有别人？成天，马上带人去把这个疯丫头给我抓回来。是，千万不能让他拿着令牌闯祸。是，快去，属下这就去。我已经问过你的父兄，你的家乡根本就没有龙虎丸这种药。事到如今，你竟还不肯说真话。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我说，这药是我从一个高人手上买的，那高人是个游方术士，自称龙虎天师。龙虎天师。他在哪儿？高崖村。嗯嗯，我说了，令牌不在我这里，你跟着我也没用。莹莹，令牌丢失非同小可，你不要再胡闹了。方捕头，请回吧。这贸然闯入女子闺房，怕是不太合规矩。你还在跟我置气？方捕头说笑了，我一个小丫头哪来这么大的气息？裴莹莹，大人，让开！把令牌交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
再说最后一次，把令牌交出来。我没见过。这是何物？丫头，你可知道，大牢是府衙重地，任何人都不得擅闯。你竟敢拿着令牌私闯大牢？是，我就是敢。裴大人秉公执法，现在就拉我去斩首啊！来啊！你当我不敢？大人息怒，宁宁也许另有隐情，不如先听他解释。没有什么隐情，我就是图好玩进去走了一趟。裴大人若觉得这是重罪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，裴莹莹，你。把你禁足一个月。大人，疼吗？不疼，习惯。